做成了两道整齐的人墙。绿灯时，人流在人墙两侧的人行道上安全通过。红灯亮，两道人墙从明战士分别向两侧关闭人行通道，把路面还给车流。几分钟后，人墙又重新打开。每天从下午1点一直精准运作到深夜11点，这样的执行方式将持续到国庆假期结束。每1小时换一班，我们是配备了120人在这个点上。过路的市民游客也为武警们的精神打动，纷纷举起相机记录下他们坚毅